非常感谢庄万寿教授以及台湾教授协会设立这个奖项，那崇佑可以获得奖项，觉得相当的幸运，那也督促崇佑必须持续的努力，为台湾的主体文化主体性持续的向前行，谢谢。我想我第一点要讲的，就是讲曾教授吼，曾万寿这个人吼，对国家的迄个爱吼，比爱任何什么物件、什么代志，拢搁较爱就对啊啦吼。啊，所以伊对台湾，这个真烦恼，讲台湾，迄个后边的各种的发展什么吼。所以伊即马即边呾出来，提出出来钱出来，啊，捐款来做这个奖励少年人将来对台湾精神这方面的研究，大家有这个精神来研究的时候，是台湾才有一个希望就对啊啦。所以，曾教授，曾文修吼，伊。今日拄啊无拄好通来啦，无拄好，我替伊来安尼，我是希望讲，伊想要发扬的这个台湾的精神吼，咱普遍会当通讲，用这个这边的奖励，改大家改团团改，迄个改发扬改发扬吼，发扬光大就对啦吼，看安尼是毋是对咱台湾呢？嘿，未来有一点仔帮助啦。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款想法安尼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我熟悉曾教授已经足久啊，台教会成立无偌久，阮廖中山就加入台教会，所以对台教会内底遐老教授呢，阮比较较熟。曾教授真热心，对任何代志伊拢。伊拢有做足侪代志，所以我对曾教授真钦佩。伊领着台湾教授协会向前行，对不公不义的台湾，伊也会提出批评判断。这就是作为学者呀，伊的本质，伊互我敬佩的所在。谢谢。哎，庄教授平安哈，然后我算是，就是今年三月第一次在民视上面有看到哦，就是庄教授您把贡献出来的那个退休金哈，做这个台湾的那个精神奖，这个奖很好，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即使现在在民主自由的这个环境之下哈，有这样子的抛砖引玉哈，很好，而且长期的国民党的执政之下哈，许多人过得实在太安逸了。也就诚如你说的哈，很多事情敌我不分，哦，认同的问题，哦，对土地的问题，好，哦，啊，就是借由这个台湾精神奖，来鼓励国人或是乃至于年轻人哦，积极的对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史乃至于生态上面哦做认同、做发掘哈，然后这个有了认同、发掘，我们的国人的民族的认同感才会强大，民族认同感强大，这个国家民族才会强盛。这个是乃至于，这个民族的强盛是更胜于我们经济的强大，所以可以让我们台湾人骄傲于世界上。就谢谢庄教授。庄教授，今天你来参加这个盛会哈，真的是足欢喜啊，足光荣安尼。我感觉台湾精神奖哈，第一得主的应该是庄教授你啦，对你充满了崇拜哈，尊敬。希望讲这个奖会当安尼永永远远哈，鼓励这个台湾的少年人哈，这个台湾精神呢。正港的传承，今天我听这个得奖人这个学生的迄啰论述吼，足牛的，我感觉伊得了这个奖实在实至名归，
庄教授，你一定嘛感觉足欣慰哈，啊，祝你健康，啊，赶紧出院，搁元气哈，元气满满啊，那是咱过来斗阵奋斗安尼哈，好，谢谢。曾曼修教授哈，曾曼修教授是我的老师，我长期读伊的作品，伊的著作非常钦佩。伊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启蒙，一个启蒙的老师。伊有各方面足侪观念吼，拢对咱这个台湾的新的时代吼，拢有真启发的作用。啊，特别是伊吼，伊是学中国文化、中国的著作、中国的古籍，伊读啊足熟。但是伊毋是迄款死读册的人，伊会当伫中国的古文化、古著作内底呢。跳出来，重新去检讨，啊，给台湾足大的启示。啊，伊特别要求大家咱要有台湾的精神，站在台湾主体的立场，哦，替台湾来奉献。啊，我祝福咱曾教授身体健康。啊，伊尤其特别设立这个台湾精神的这种奖，就是要鼓励咱的后代、咱的后辈，会当继承这款的精神。我感觉非常的钦佩，而且祝福咱曾曼修教授。庄总，你讲给庄老师。啊，好，很高兴今天来参加台湾精神奖的颁奖哈。那台湾精神奖是台教会第一次哈，为台湾主体意识的精神去做一个发想的奖项。那我们从希望也从今年开始，能够承前启后，然后呢让大家。对台湾的精神，利用文字、语言、表达，还有各方面的方式去呈现对台湾精神的彰显，跟我们的意向的表示。我们希望从未来开始，到一直到下去，到很久，我们都希望把台湾精神奖的精神一直发扬下去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曼修兄吼，曼修教授是教我当年啦。1939的，啊，伊当然是足关心，用讲对台湾的文化吼，上认真的咧吼。我是甲伊精神实在是同款，啊是干呐讲，迄个拢总那是迄个是听力来比起来，啊迄是万万不如啦吼。啊，所以伊即嘛创这项讲这台湾精神奖吼，我是足有意义的吼。就是伊这是一般的，就咧讲啊，就讲看有遮个较少年的遮个后辈，会讲针对即款人要发扬台湾精神，对遮做一寡工课，伊要表示伊的奖励，要表示要鼓舞即种的精神吼，来设这个曾曼修教授的台湾精神奖。我咧想，这個第一届吼、哦、特别有意义啦吼，这今仔是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咧想，这是永远会落去，拢是同款。第二届、第三届，直直去，无大紧。咱用期待讲，这个得奖者一定会更加拼死，直直对这个台湾精神的发扬、保存吼，直直用力，和咱的。台湾永远有保持这种的精神，吼，足欢喜的。以上简单讲一句。啊，今日真欢喜来参加曾曼修教授啊提供的这个奖学金，吼，啊，和这个咱对台湾有贡献的这个啊青年少年朋友，吼，啊，曾教授最近身体嘛欠安啦，吼，直接祝福曾教授，吼，身体用早日康复，吼。啊，咱知影讲这个奖确实无简单，吼，就提供和。较侪即个研究台湾有台湾心的即个青少年朋友吼，啊做一个即个鼓励啦吼，啊嘛期待咱有较侪人啊共同来响应即个活动，包括咱有寡企业家吼，其实嘛即款啊即个精神吼、啊、来参与即个对台湾青少年部分的即个研究吼，啊提供较好即资源，互因继续研究多些。